想要养牛啦，猪啊、羊啊、鸡、马，我觉得都还好。猪肉也还好，猪肉没有要用什么换啊。然后羊也还好啊。对啊，比较有价值都是牛肉啊。怎么会有腐肉啊？垃圾。你想吃萝卜是不是？哎，不给你吃，怎么多？你看啊、哦，要重登才有用。爆了！哎，就不要说连你这么坑哦，连你也这么坑哦。不是吧？一个哇！有那么夸张？哎，我吓到嘴巴关不起来，真的假的？是这样子的吗？我看一下哦，三个、六个，哎、欸，真的很坑哎、欸，被骗了、啊。好啦，不理他了，我要种，我要用我们东西了。来干正事。什么丛林？那不是丛林素描啦，黑橡木素描啦。我们先睡一觉，睡醒之后再来盖。啊，养动物的嘛，养动物的往更远的地方好了。
没有 GIF 过了，不好意思，你错过了。本台 GIF 已经要等晚一点哦。嗯，哭屁呀！你要去睡觉，等 GIF 重播。哦，拜拜。我要怎么养这些动物嘞？这边一个中继站吗？我闹钟响了。中继站嘛，天空工厂式的模组，那个不是秋风在玩的吗？那秋风玩就比较没兴趣啦。不是啊，应该说有人有玩就觉得还，我觉得那个还好欸。不是我没兴趣，是兴趣是有，可是那个我觉得不太适合我啊。要怎么讲？那个太麻烦的东西一大堆，我自己可能会有点怎么讲？太烦躁嘛，东西太多，我觉得有点怎么东西这么多啊？怎么那么难分类啊？那种感觉，懂吗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15 1 2 3 4 5 6 7，这里应该就这边是羊，这边是猪，然后这边就是牛了。其实我在很努力，就是尽量玩的已经
不会那么无聊了啦。因为正常来讲，空岛要嘛都是，就是水平面嘛，盖个很大的正方形，然后就是，对啊，就是一个很大的正方形，你不用管说怎么盖，反正就是一个水平线，全都是你家，对吧？你也可以不用盖得这么好看啊。两个，那再就是闪电过去。两个，两个，闪电。而且啊，那个盖个一整个平地，几乎都是用鹅卵石盖啊，就眼睛看的会不舒服吗？睡觉。而且会想玩空岛，因为这版本其实他推荐是 1.12 啦。啊，我会升级成 1.14 主要也是因为我对14几乎不熟，虽然15已经出了，想说就是学一点14还有的东西。
我比较喜欢什么模组哦？喜欢什么模组？养成经营类的吧。中间这边应该就是放小鸡场啊，就是没生牛哎、欸，这样子我还要土哎、欸，然后土的话要啃木头。手机版没什么玩空岛，不要玩手机版啊，玩电脑版啊。欸，很坑欸，我不换了啦，烂死了。有啦有啦，不要三个，不要三个，不是不要三个啦，不要两个啦，反正给不三个，傻眼，吃给你们看，对，要买正版哦，很多你不要买的时候跟我哭说，为什么你买了，可是你不能玩。而且还问我去哪下载，既然你问了去哪下载，那表示说你不是买正版的啊。这边是种树区，再来。我要在哪边种田嘞？借我切个观察者一下，选项。看一下哦。我构思一下哪边种田。种田改左边吗？我在干嘛？我在用观察者。在想说我在哪边种田。好啦，我们种左边吧。哎呦，推一个，然后嘞，盖一叠一二三四五，第六个，哎，我的那个，
我等下应该会来回跑啦，因为我完全忘记我这个盖多高，骨头的多长了。往外叠一层，盖一，然后再一层，然后放这个，三嘛，对吧？三。